大家好，今天啊和雷哥一块儿去郑州，明天一大早啊和青阳姐、老白哥他们一块儿去安徽。我们提前去一天，去郑州办点事儿啊。今天刚好有小伙伴也一块儿去郑州，搭了个顺风车。现在是先吃点早点了。我一碗不够，他再再弄一碗。能弄帽哥。咱弄帽哥。大猫哥。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多喝两碗啊。一碗肯定不够。春雨贵如油啊，这张牙这边是昨天晚上刮的大风，下了大雨，这张雨很好的缓解了旱情，不用浇地了，对不对，三同学？我觉得是，浇地喝着饿大吃啊，饿。饿，我说雨爷。今个坐的是商务车，开玩笑。俺老家去郑州的话，都是走这个鸡西高速，也是刚修好没多长时间。哎，一体西吗？废话。少爷啊，你不交钱吗？你就走。你现在给郑州不用 ETC 不中，都不好意思给人家打招呼。郑州高速收费没有 ETC。哦。首先现在郑州还限车号吗？现在今天咱的车不限号。哦，那就好。我一天限两个。今天限二号吧。现在我们已经到郑州了啊，先到小伙伴家里坐一下，是吧，老爷？是吧。路好高啊。现在得放三家，现在你坐这儿，你到底啥喝？你就行。人家刚需，你再升值又不卖了。就是我想有预感了，拉倒。我说感觉吧，这屋里特别的温馨。挺好的。那喝啥？我给恁弄点水果。好。三十凉亭，啥事？三十凉亭。或者弄一套吧，啊，反正现在才一万多，一百多万嘛，哎，预购吗？预购给彩礼呗，三万来，吃，这不是西瓜吗？哎，吃。今年三回去，俺弟的西瓜开了已经烂了呀。那今年回去得换车，你那车有点小。坐吧。好。这个喂鱼啊，我还真是第一次喂那个。那吧，那个咱一会儿下去吃个饭，下午恁该忙的都恁正忙了，我明天早上给恁送到车站。走，走吧。走 ，OK。走吧，咱吃饭去。还今天看鱼吃饭呢，得。快，那看来，走。好。